命中注定的劫，一命当心不能听，必雄当空水界无之事，因时不交事。文宏天目在圣尊实力行来，那游之宏怎么样休息吧？我表示心灵飘问，来求中。好，不能听，将定在心，不能处分，放弃一宿。坐火一脚，行敌地球难敌，就交雄秀，一跪行酒，天就幸运。不能听，一将顶天，除了完全定是应斗行迹。惊天地不不应，回首天地八荒。共听，是。正有慕容之秀，煞有慕容之威，顶剑开天辟地。是，好。既顶天教一流之功。不顶亲手，就能懂通天之威。哦，孤剑难敌，将在高峰之上，已是万木从移，峰顶一木，命中温柔可敬的人，妖邪自若。我这无事却见了吗？因为今天任务已经立通天之力。天古龙天顶着一座红顶金山，那接下来我的星宿古龙天全部怒会。哦，好，新红之气，古龙天出现新招式为正体一直下列，谁不可动？空耀之雄，天照人神心理都教，虽不懂事，有人力天星。是，好，坚定不心。不败功效，古龙天一波打出，一招我招，一兵破兵，休息我心酸，好，叫天一气，一招勇者动关，唤起攻击之外。再来。好，地球飞镜，地球勇者武器，唤起惊天寒地。我走这几招，也是顶我十功，我受一宿，来吧，我个鬼勇，你晓得。终究无突破新红之气，你何人这么来？难道你新时的登台王兵吗？只怕一笔枪灭了，谁不断无策应来？最后一招，哦，最终叫我勇者不败，见证天下不敌，哦。天将金交，用天救将，为天感谢。用天再多用天救将，穷化自身自己为完，破灭一关，瞬间气血混用，再攀巅峰。就在此时，九天合击，昆海开动，天将明风，多金降临，再多为主行流。天地化现象。
反误现行功。不对，佛教主欲借血光之体，但天地却已圣体隆达，空间之界难以展开，已经冲破我为进入，成为金牛。好，以及环顾红红金满地天将新冲雄，你则一太逼猫。好，进行两手我换一遍。哦，有细胞。好，萧文精神，静气为功，落地表示，强兵提升满地火棍，手机一中生破灭之息，一种功情，终有天机必难脱定数。萧炎的新婚比熊特殊。又不是孙雄秋行，警告无端吗？沿路虽有当道分岔，但不见事无端重要，提前之策应该不是，我在四期探查，然后那我会分海新闻，随协会分讨论最近不停串出的邀请。